心灵。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国宝级歌手，被称为东方 Adele。 他是我是歌手舞台上新生代实力唱将，他是歌手希拉。前锋回马48小时，湖南卫视随行拍特刊，小杨是在这里吗？上头条了，上头条了。哇！是我爸爸，所有都知道了，他是我爸爸，他也歌手。这是，当然是我妈妈，不是我姐姐啊。这是我的弟弟，他叫沙黑。这是我的，也是我的弟弟，他叫沙菲。我是沙黑了，沙黑。她叫 Shaki， 漂亮的妹妹啊！我要给你们一个表演，跟我的妹妹唱一首歌叫 Nobody。OK， 一，不要动，没事。OK， 一二三。这是我拿在中国的奖杯，这是新加坡的奖杯，这些是马来西亚的奖杯，跟我的奖杯，方克王，这里可以，有一个 spot， 这里可以，你是故意留出来的啊？嗯，等着呢，不知道。Kiki 叫 Kiki， look at the camera， Kiki， Kiki， 我们现在在吉隆坡了。然后我要告诉你们，我特别喜欢的菜是什么菜？这个是麻辣牛肉，我特别喜欢吃的。现在在这里跟我妈妈和我的妹妹啊，给他们哦，他哦，我要喝水，然后我们去。
常塞给他们。我觉得弟弟和我爸爸最喜欢 football。My brother。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是在我的特别喜欢的 studio， 在这里我们录 everything， 全部音乐全部歌手都在这里。一定要让王力宏惊喜的，一定要让王力宏觉得我唱的特别好。来吧。你今天换了新头，也很漂亮呀。啊，谢谢，谢谢，对，谢谢。这是我妈妈，我妈妈给我的。嗨，他们是我的 neighbor。邻居啊。还是一样这么漂亮吗？啊！哇，这唱得很好，真的是为国争光啊！你这是我的泰利卡，泰利卡怎么说？小学，然后，我第一次学中文是在这里，两年。这个是我的照片，看。我会记得我的第一中文歌就是中滴滴小鸟叫，太阳出来了，太阳I teach her at this age. This Sheila, this is my dad. Here, 2.5, about 3 years. Here, I compose the song with my mini studio in my house. Then here, Sheila learned here.People are like really, this singer is really good, this singer is really goo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and he wins on that stage. So the moment I saw him on the stage, I tell myself, I want to be like that as well.And then my economy very bad at the year 2000 until 2005. I've been cheated 400,000 Malaysian ringgit. I can't afford to pay my debts. This one seven. Seven. I cannot pay the rent. 3 months cannot pay.The house owner chased me out. So this is house number 7. I stay around here. Okay. From one house to another. No company want to record her album. That's how
I start. At that time, I feel really, really sad, really devasta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my passion in singing never died. And I always wanted to be a singer.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 always wanted to sing. When I was 17 years old, I entered this one competition and I get this first runner-up for one in a million. So, 他们不知道我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他们on the final, they came and give me support.最后他竟然不是拿冠军，所以他父亲那时候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觉得他的钱是不只是在马来西亚。那时候我就刚好我也跟上海那边的一个主办单位在承办上海亚洲新人歌手大赛，一直来都推荐马来西亚的歌手参与这个活动，那希腊就那一届给我推荐了，所以他也不负我们的期望，拿了两项冠军。The most suitable place for me to improve a lot of things, such as my singing ability, such as, of course, my Chinese, my Mandarin, and because wherever I go in this whole wide world, there will be Chinese. So, Mandarin, Chinese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马来西亚唱中文歌的一些歌手嘛。都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红起来才红到国外，都是必须要到国外转了一个圈回来才红的，比如曹格啊、光良、许冠啊，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例子。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是希拉，来，请坐，谢谢。我注意到你的发音就是知知知知，有的时候发的不是很好。对，我知道我自己我有问题的是这个 J 的字。注意这个 ZH 打字。对，这些中文呢很吃力，吃力，很吃力，很难学，但是我必须要学。希拉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学生，他很有天赋，他会说很多汉语，而且他写的字也不错。要明白一个字一个字，所以观众歌迷会明白我在唱什么，会感染大家。感染大家。喜欢哦，我喜欢unique 的帽子，这样的 style。 Michael Jackson 迷之年初豆，我想穿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头巾，不一样的帽子。Actually, when I sing《像你的夜》,
only think about what I will be missing the most. I'm actually thinking about my family.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一直想参加《我是歌手》，还没有参加成，但是我发现我的歌先参加了《我是歌手》。这不过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希腊的唱的真的是很好，因为这首歌我听过很多的歌手都有翻唱过，希腊呢是让我唱的最满意的一个版本。他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情感完全的表达出来，我蛮喜欢这样的歌手演唱的方式，可以有一个阶段一个 level 一个 level 的这样来呈现给大家。机会的话，我想唱也是 OK 的，因为我太喜欢他们。对，这样是帅的是吗？帅的，我没有 specific 的which one， 我没有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哪一个？帅，想做帅。Hello， 你好，哎，阿布卡巴，你好，你好，你好，坐。怎么样啊？很高兴见到你。很棒，你唱那个像你的夜太好听了。是吗？谢谢。好，还好。谢谢。那要继续加油哦。谢谢，我一定要加油。Every time when you sing, if he's there, you know he's a guiding, he's an angel. 非常开心。我说你现在你非常的幸运，我说你父亲啊在你身边。我说每一次不管你唱什么歌曲，你的歌你就是唱给你的爸爸听。谢谢，我有感谢我的爸爸， of course 我的家人呢，王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因为我太快了。本来开始是出于说我想帮他，因为我跟他父亲的交情这么多年了嘛，我觉得我可以帮得到的我就帮吧。那一直到最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他这个前途如何限量，那我就决定了放弃了我现在的工作，我决心要跟他来闯一闯。我的梦想不只是希腊能够立足在中国，我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成为国际的艺人。So he helped us a lot in the sense of bringing me to the Chinese music industry. If it's not because of him, I'm not going to be here today. I hope a attractive man, a passionate man.男生，你决定是谁？是王力宏吗？啊，他很帅，但是他结婚了，不能说。哇，哟，这么热。Cause room。啊，张杰吧。张杰啊，好的。你好，来，他有礼物送给你们，是这样的，戴个金，来，好，谢谢。对，沈凌也有，对不对？好帅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是吧？去吧，好。Hello, hi. I have a gift for you. Oh, really? 太喜欢你。So, 妈妈给你准备的。
安利老师，我有礼物要送给你。怎么回事？哦，他采访去了。糖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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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怎么没？潘老师，刚刚还啊，我有礼物要送给你。男生戴在脖子上的皮带，哎呀，你得放开钱给我多好。对呀。啊。啊。这样这个吧。哦。老师，哇，你也有礼物。谢谢谢谢。这个是马来西亚的风 K。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要搭在肩上，搭在肩上。嗯，你跟我们其实是戴口罩。关键就是没他骗你的，骗你的。这样子啊，对，嗯，这样我就变成马来西亚男。我的歌手纪录片继续。For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my religion, you can just pretend like, this is Sheila's image, Sheila's fashion, whatever.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n't stop me to go for my dream. I think it's not really a big thing because I can change my hijab every day. It's like, but people can't change their hair color every day or you will go bald.哦，我想看看他摘下头巾的样子。我想看一下他跌下头巾的样子。In the blink of an eye, just another day telling me why. I'll find another way. Got this feeling, got me reeling. I can't almost start believing. Now there's me and you, and we are not alone. You and me, we are together now. Through my window, I can see the.So I really salute to Fish Leong, Fanny Tai, Chao Ge, and Ping Guan for make it people can recognize you and bring Malaysian name. This is really good.起来那个神灵附身，浪，就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整个舞台就是他的。如果他的到来，一定跟小邓同学要形成一个，因为之前我看好像邓紫棋都是拿好多期第一名。如果他到来，我相信这个格局也许会被改变一下。我觉得希拉一出来以后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我就觉得又一个女神出现了。唱出来字特别干净，一唱出来第一个字就能打动人的心灵的那种。她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她是我的第一个的心目中的最喜欢的一个艺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凡是马来西亚歌手必然是唱得好的。马来西亚歌手基本上他不是会创作，他就是唱得非常的杰出啊。我们讲讲梁静茹、光良、品冠、阿牛、曹格、戴佩妮等等等等，都是唱作俱佳的歌手。所以马来西亚歌手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底子很扎实，他们用声音来说故事，用歌声来说故事啊，所以他不会变成一晃而过的歌手。只是我们华人在那边，我猜想可能也是在600万到700万，一半以上的华人不懂中文的。我们也是在26年前，我们在创办类似这样的工作坊，一直在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到海外。我都一直认为是巫启贤那时候把这种风气带起来。这首歌是我1988年的时候到台湾，一个人离乡背井，我就把这孤单的心情就告诉我新加坡的这个好朋友邢真华，他就把我的心情写成这首歌。马来西亚也好，我觉得菲律宾也好，我觉得这些国家的人嘛，很多人就是对这个音乐的这个细胞是很浓厚的，他们会去接受，会去听，而且不断的唱，对，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到我们光良品冠他们就是才出现的，光良品冠之后就梁静茹啊、戴佩妮啊，一直到滚石唱片是在马来西亚开设了一个公司之后，他们就签了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然后把他们带到港台去发展。现在很多人都一窝蜂的要跑来台湾啊、香港啊，甚至现在很多人觉得大陆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每个人都希望来试一试大陆，看怎么样来闯出一个春天来。And I think singing is the only way out for me to not feel sad. I wanted to see people happy with my singing, my performance, and when they clap, it means a lot to me. No matter in the auditorium is just 500 people in it, and there's only one person clap after I sing. That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 already. 我希望我会有我的自己的中文演唱会。That's one of my biggest dreams and my biggest goal.音乐无国界，只要用心歌唱，真情演绎，一定可以打动更多的中国观众。希拉在《我是歌手》舞台上别致的存在，充满着异域风情的表现，为歌手舞台以及华语乐坛增添了更多神秘与活力。下周同一时间。